大家好，我是黄琴，欢迎收看飆股俱乐部。今天台股收盘大涨96点，收在9080点，总成交值775亿元。现场为您请到的专家是固德投顾总顾问汤顺奎，汤总顾问。全国的观众朋友，大家午安。今天包括有生保、东杰、超重、联发科都创新高，跟对人，让你可以轻松赚。大盘今天有拉尾盘，那昨天上礼拜叽叽哦哦等等抬落来。跌了90几点，主头告尾拢是乌的啊！你要看到足侪粉丝输，无咧粉丝赢，对吧？就甲你恐吓，接盘一定接到比比抓。那我汤顺奎还是一样提醒你，他在菱形的一个整理，整理完毕之后呢，还是看万点行情，看法不变。涨到10000点啊，你会觉得有汤老师啊，太保守，信也罢，你不信也罢，投资啊很轻松，哦。明天啊，只要这个大盘量，只要量出来，只要量出来，这个大盘就准备登高了，一步之遥。前一波的高点9085点啊，那只要今天的最高点呢，收最高9080点，差5点，它又要展开另外一段的旅程。那也就是说，这个整理啊，已经进入尾声，整理的末端一定要量缩。那讲这么多都没有用，老手看量，新手看价。一个老师到底是老手还新手？解了那么多的 K 线没有用，成交量不会骗人的。今天到底是量缩还是量增？老师啊，量缩呢？量缩呢是整理的末端。哎，你也学到东西了。所以我希望你看我的节目，我讲过我是实战派，而且我不解事后盘的。明天只要成交量放大到，我们来预测明天的成交量。大概8500点，好，大概8500亿到900亿以上，就本节红了就出去了。所以我讲过了哦，解盘解盘解盘，你听太多的解盘了。那为什么我讲都会看万点？你问我问得很好，那我也问你，那台币升值它代表什么意思？表示热钱，热钱一直冲着台北股市而来，这叫做 hot money。那还有很多的资金啊，它逼不出来。逼在哪里？很多人还在干嘛？去定存。那这些定存的人呢？我讲过了，因为这三年以来，去年、前年、大前年，正所税的问题，赶了很多的资金出去，所以资金水位很低，都是怎样600到800亿就拍走哎，无量必无量，丢你答对都没有问题，选股好难哎，你都答对都很有问都没有问题，好，就是因为选股很难，很多人就这样扒来扒去。扒到后面呢，没信心了，终于最后呢就缴了很多的学费，好，他就是不愿打死不愿意缴会费，然后这些人都失望性的，然后去又去所谓的投资房地产，投资房地产政府又打房，所以这些资金啊都跑去哪里？都跑去定存去了，大增，他都认为景气很差，他都认为这个股票很难玩，哦，他们选股很难，他就是打死不愿意付会费。去年啊，去年汤老师介绍什么？双红从17、18涨到91.5块，百元90块涨到350块，几乎都快涨4倍。这些人啊，视若无睹，视行情如粪土。他就是抱怨，他就不知道怎么可能有股票涨一倍，不止涨一倍，涨了将近快4倍。双红多少分析师，多少的分析师的会员断头。因为看不懂，没有说错吧？百元又是津津乐道，90块飙到多少？350块，没有说错吧？所以你看，这些资金完全还没逼出来嘛，还是一样再复习一遍，看万点的理由：资金很宽松，资金行情在后。这些定存的人，现在选择保守的人，一定会在未来9500点，会在未来准备冲万点，因为受不了了，一大堆涨停板了。他赶快去解定存来买股票，散户的宿命啊！长江后浪推前浪，后浪一定死在沙滩上。这个市场我看太多啊，摸跨板了我的功力，你是不是在定存？你现在看我的节目，一定也是意兴阑珊。是行情，它如粪土。先跟你交代一个解盘的问题，我讲过，攻击是最好的防守。做多你会发现，最近做多是赚钱啊。
来，大盘，我的看法还是没有改变。我们回首来时萧瑟路，这个大盘我说过它涨多。你看我汤松伟卯足全力，从8000点一路跟着你带着你做多，到现在9085点了。它在涨多之后进行一个菱形整理，依旧在所谓的一个多空线之上，你不要有太多的一个怀疑。不上长城也非好汉，攻击啊是最好的防守。那你真的不会做，缴了很多学费，我讲过跟对的很轻松。然后隔天啊，这个地方放大，好，隔天啊，一支乌抬落来，就是上礼拜五的事情。然后呢，你又眉头深锁，你又给我比比抓，我说过我会让你验证，没有错吧？我说过你完全不用担心，为什么？他还就怎样，依旧在所谓的菱形整理之内。你如果看得懂我汤松伟画这个所谓的菱形整理，什么叫做整理？他就是在这菱形里面晃来晃来晃来晃去。那我讲这么多都没有用，上礼拜你比比抓。我还说不用怕，怕你有探博做多。你如果没跟着我汤松伟做多，你今天啊，你还是要望大盘心探啊。它依旧在所谓的涨多，涨多之后的菱形整理，它即将突破。那突破的一个所谓的一个重关盘重点，从明天开始，成交量。看我的节目有没有学到东西？那学到东西啊，你真的都不会做，已经涨了1000点。你就不要再自己做，你跟我做就对了，包括期指包括个股都是一样。接着下来我要跟你谈一个所谓的一个个股，我们先谈一谈个股。老师啊，你怎么会有东杰？因为今天创个短高啊，你就拿出来解盘啊，跟其他老师一样，这种节目看太多。我讲过了，为什么很多人愿意来找我啊？因为他发现汤老师跟别人不一样，哪里不一样？有办法领先全市场，领先全市场一个月。精彩哥太多了啦，去年的一个所谓的双红，现在哪一个不是朗朗上口？讲在前面，而且我不解释后盘，都验证在后，没有错吧？那今天我们再来解一档股票，有一档股票叫做放冰箱。我说过，我之所以会贴成这个样，保密再三，一定怎么样，很有把握。然后呢，千挑百选。然后呢，百炼成钢，这就是现在的一个选股的一个逻辑。选股很难，因为成交量今天再跟你报告一下，775亿，775亿，好，打破案的漂亮，只有775亿，依旧是没有量。那如何赚钱？这就是你很大的一个问题，这就是你要交会费的地方了。我说过，这档股票现在选股啊，就是要很有把握，然后很有把握，然后重压，涨多涨少交给市场来决定。那重点是要能够很有把握，这就是选股的一个重点。很多人选半天呢，什么都很有把握，不然就什么都买，结果什么都不会涨，俩孤招毙，因为成交量不够嘛。所以你必须要很集中火力在特定的一个股票，涨多涨少的问题，一不小心天时地利人和，双红第二就会出现；一不小心天时地利人和，百元第二就会出现，本节轰俩就是4倍。这就是为什么你要脚步跟紧的原因啊！近水楼台，他先得月。那不管如何，我说过好好把握，很有把握。你上车就对了，冲出去了，亮灯涨停，上礼拜的事情，有没有？今天再创一个，上礼拜我再创一个短高，我说仍然会再创高。今天这档股票啊，今天创高了，它叫做东杰。讲什么都没有用，回首来时萧瑟路。这个当下。你不买，这个当下我们讲的时候，老天爷对你不说拉回让你买，这个当下啊，为什么你下不了决心去想一想这个问题？很多人说选股很难，因为你选不到，你对现在的股票你不信任，因为没有量，买了不大会动，你就换了之后喷出去，然后又回过来追完之后呢又 KOKI， 然后再去追其他的。每一档你现在股票不是用追的，一定是像我汤松伟这样子选定之后，我说很有把握，很有把握。冻结放冰箱，放冰箱都冻结啊啦，冻结啊啦，对不对？冻结都没叮当啊。那但是老天爷对你不错，他拉回来让你买。那既然拉回来很有把握，既然很有把握，我也跟你讲过，我重压，我都还没公布。重压完毕之后，亮灯涨停板，真的亮灯涨停吗？你看一下，我们真的有买，亮灯涨停，7月28，真的亮灯涨停，7月28。是不是7月28啦？我说过赚钱就是很轻松，亏巴了就派啊，好不好？啊，
是不是7月28？东杰创新高涨停板，获利爆了，安全带棒，仍然看涨。选对股票，不必管大盘，大盘害你害你害你还在整理，我们已经很轻松的怎么样？亮灯涨停，做股票就是这么轻松啊。那今天呢？今天它再创新高，重点是在这个时间点，你要下定决心。为什么下不了决心？因为这个大盘啊，包括这半年以来，很多人操作就是觉得很难，买了不会动，那卖了又喷出去，俩股招兵，因为成交量不够，选股难度会增加，所以你一定要啊，你真的不会做，你又缴了很多的学费，对于财富之门啊，还是不得其门而入，你没有其他的路可以走，想办法跟上脚步来。这没路你熬不熬，包括棋子，我讲过，你卯足全力，从8000到现在，卯足全力做多啊。我不希望你啊，入宝山你又空手回。红豆生南国，春来啊，它发几枝。劝君多采撷啊，此物它最相思。老师啊，不是跨不出第一步，哦，啊，会费不够降，没有吸引力；会期不够降，没有吸引力。哇，那真的很难，我受不了折磨，我就想去定存，可是又不甘心。会费哦，你看讲了半天都是这个问题，你的问题啊。我们协理啊，哦，他都听到了，啊，他录影之前，特地来跟我讲一句话，潘老师，今天啊，投资朋友哦，一定要给他优惠，非常的 special。我说为什么？你上次不是优惠了，哦，我说他叫做生日优惠。我说协理，你不是生日刚过，哦，他说，他跟我讲了一句话，他的小孩啊满周岁，啊，我一听恍然大悟，所以今天啊，你只要打电话进来。哦，还是那四个字，协理生日快乐。哦，一律都是这个 special， 只有今天，过了今天啊，就没有明天。好，选对股跟对人，让你的投资真的可以变轻松。休息一下，待会回来。书清新打开新关系，投资是一件很轻松的事，你做得到吗？理财需要很专业的背景，您知道吗？富德投顾拥有证券期货双证照的专业投资公司，网罗各界精英，标股千挑百选，期指多空双向，全方位帮您理财规划。一通电话加入共创双赢的财富巅峰，富德投顾致富专线。今天重返9000点，还收最高，那投资人该怎么来操作呢？大盘成交量只要再放大，明天只要再放大，刚刚跟你预测那个量，成交量8500亿到9000亿啊，不，对不起，850亿到900亿以上，大盘就会再过高了，9080点啊，不然接轰两都贵啊。但是指数没有意义，很多人啊。你如果做个股的，你千万不要管指数，指数要拉回，拉回就如同8000点，我当初会卯足全力做多，选择前我也做给你看的，都示范给你看的，都公开验证的，来找我哪一个到现在为止不是吹秋保旧的？嗯，给我时间。很多人到已经涨了1000，从8000到9000啊，他竟然都没赚到钱。那未来再涨1000点，你有把握赚钱吗？亲爱的投资朋友。你现在在看节目的，这是你的问题哦。解铃他还需系铃人，你跟我汤顺奎的缘分到哪里，完全在于你哦。哦，我们能帮你的，我讲过固德投顾最照顾会员所得的投顾，我们协理也很愿意帮你。即便是没有，你打来哀，他还想尽办法挤一个给你。好，来，富桥，哦，之前26%不来，我们再买回来了。因为波迁部是真的要涨价，后面又是旺季 ，PCB 又真的涨价，所以你看一下，成交量都上万张的，之前重压，哦，11块你不来，13块，14.5块，有没有？投资很轻松，那现在我们又来了，钱就是这样赚。大盘你很多人觉得选股很难，可是呢，哎，我们是精锐进出，哎。
唐老师每天看报告就哇，这股票哇哇哇越看哇，这个大盘真的到万点，我帮你规划了那个所谓的一个资产的一个所谓的一个增加，你会每天啊喜形于色。但是我再讲一遍，你操作个股的指数不重要，即便是明天我汤顺回又对，明天又冲高了，那个不是重点，重点是你有赚到钱无？啊，今天又跟你公告一档股票，东杰啊，放冰箱啊。冻结起来之后，我讲过你要好好的把握。他又是做面板设备的，那重点是我既然跟你讲了，红豆生南国，春来发几枝，劝君多采撷啊，他标股最相思。不要我每一次公开之后，他又已经插了一根半的停板。冻结。那如果只蒙到我讲过这个大盘好山好水好风景的好盘，车如流水马如龙，只蒙到一次冻结啊，你不必参加我汤顺奎的会员。好的股票就是来来回回说，时间点回到3月16号，我说结冰啊，冻结，还记得吗？那一次很飙哦，那一次买完之后，他连喷几根，连喷三根啊，轻轻松松打钢打钢打钢涨停涨停涨停，32%放进口袋，有没有？将近快四根嘛。那最近呢？最近压回来再玩，再玩一次，你看，面板很好，设备股它也不会寂寞啦。讲到面板设备。大家就应该很清楚，汤老师讲的这一档股票又是领先全市场。没人在讲6月2号，金彩科一毛不拔，面板设备，你觉得选股好难？为什么我们俯拾即是？面板好不好？白威明又要来了。如果真的不好，如果没有缺货，他干嘛又来？他明明不想来，他为什么又来？啊？本节轰粮100万变138，1000万变1380，成交量有大无？8000万张啊，大烫。高标无极不明，没有行情，行情啊是找来的，不是等来的。你真的找不到，劝君多采撷啊！啊，此物最相思，标股最相思。千万资金的，你1000万资金的，我讲过，我就带你玩这种股票。联发科，很多人说这选股好难，为什么很难？杀下来的时候不是很难，是你不会选，因为你都喜欢看媒体做股票。或是把我汤顺伟当作跟其他投顾老师一样，我讲过我为什么跟别人不一样，为什么能够领先全市场，为什么能够不断不断的不解释后盘让你验证。我发现来找我都是熟门熟路的股市饕客，看节目看很久下定决心的。你看一下时间点，联发科5月23，他为什么会崩跌？5月23，每个都在骂，外资都在调降。5月3号的时候，联发科目标价5个外资吐口水，只有一个支持他。那固德投顾汤顺奎，你看，那外资都在调降平等，你看，调降平等啊，有无？外资在调降平等，他叫人家买联发科，而且都无看白，唔惊死也看，看会的钱不是钱，他说千万资金以上一定买这种股票，203，讲那么多没有用，247，你要的是这种资讯啊，什么资讯？回过头一看，老师啊，误会了，你买的这个够水准、够专业，真的功力、经验不在话下，名不虚传。回过头一看，股票应该怎么做？为什么选股很难？不是选股很难，逻辑也没有变，是你自己找借口。当初那个当下外资唱衰的时候，你为什么不对他投以关爱的眼神？五月三号，为什么只有我汤出来跟你讲可以买？5月份杀下来。为什么只有我汤叔来跟你讲，他可以买203，而且我安啦，我无看白哦。我也跟你讲，我千万资金的会员在做哦，他如何的一路一路的过关斩将，势如破竹，冲到257。嗯，只准一次啊，你不必参加会员。我说过又来了，除完息回补缺口，又可以买了。这一次呢，不看白不？你要看功力嘛，对不对？我千万资金又开始了，又开始买了239，讲这么多都没有用，老师啊，没叮当啊，人看涨241，白白啊，给哪里嘞？放大，249，这边230，249，为什么又验证？坏，所谓的功力，所谓的实力啊，我跟别人到底哪里不一样？嗯，东杰连赚两次，超重，当天买当天涨停板，都给你看了。
很多人说行情好难，选股好难，很多人看我的节目，这个地方就被洗掉了。今天几号？今天背为一号啊，今天它创新高啊，它喷出去了，今天165了，回首来实录那个当下，我们当天买当天涨停板，先把会费的问题解决完，132块，今天165块，你的132万变成165万，会费到底是便宜还是贵？啊？会费到底是便宜还是贵？基本面也跟你讲，换你来回答我。它跟大盘什么关系？大盘最近在盘整哦，它今天一根长红棒啊，它今天一根长红棒，它今天如果还是以前的7%，它今天量能涨停了，起码是10%呢。钱好难赚，钱不是很难赚，是你不会赚。我说过跟对的很轻松，在这个市场啊，就是因为很难赚，你才发现会费的问题啊。一份资讯的价值，固德投顾为什么会是最会照顾会员所得的投顾？我讲过，你来找我，我需要把你的资产交给我，交给专业。汤老师牙齿痛，我也去找医生，我不可能自己拔。胃痛，我一定也是找医生，不可能自己拔，自己去看这个打针。术业有专攻嘛。很多人我不希望，最不希望就是你500万，所以缩水到250甚至200万，因为受不了了，赔钱一下子突然间腰斩来找我。尊重专业的价值，固德投顾为什么会照顾最会照顾会员所得的投顾？我讲过了，来找我，我希望你投资很轻松，不会因为投资影响到你的生活，因为投资影响到你的工作，因为投资啊影响到你带小孩，这是大家是来到这个市场的目的。交给专业到底重不重要？比如说这档股票，神奇宝贝最近很红，对不对？我说申宝、神奇宝贝。殖利率就7%，你放轻松，跟着我来做一件事情，来找我，只要做一件事情，放轻松，叫你买，你就买，后面一路享受好山好水好风景的好盘，整个过程啊，它一步一脚印，两步一赞叹，它后面就会石破天惊冲出去。那你只要重点在重要时间点，相信我，放轻松，因为我希望你买满。重点是你要相信我，我做了这么多的表演，目的无他，我希望你闻香下嘛。我希望你消归潮水，我希望你随势而上。红豆生南国，春来发几枝啊，劝君多采撷啊。和这个所谓的申宝最相似啊，申宝有没有最相似？我说他的屌屌啊吐，屌屌啊吐，有没有屌屌啊吐？有没有屌屌啊吐啦？啊，是不是申宝？屌屌啊吐，屌屌啊吐，屌屌啊吐，是不是很轻松？重点在这个时间点，你要买满，你要重压。屌屌啊吐，我都还没公布嘞。人看涨，喘一下，又创新高。我跟你公布，它已经涨14%了。现在定存才1%，有参加噶，无参加，差14%。100万变120，1000万变1140。我说过，仍然看涨15%了，看法不变，有没有15%了？后面呢？今天有没有创新高？今天创新高24%了，今天再创新高。今天8月1日，申宝创新高。做股票赚钱有没有很轻松？还有很长的路要走。屌屌啊吐，屌屌啊吐，24%股价投资啊，就是这么轻松。时间又不多了，这档股票啊，请你放轻松，跟着我来。田在心，你看他今天已经慢慢动了，有没有？我讲过，你们对于会费的问题、会期的问题，我们协理都听到了。他今天生日，不是他今天生日，他的小孩啊生日满周岁，所以今天只要打电话进来，只要说罗协理生日快乐，他会给你一个 special 的一个活动。只有今天过了这一春就没有那一春。我汤宋奎啊，还是一样接花献佛加码。葵花宝典啊，今天所有的来电都可以带回家。好，想要赚大钱，那你脚步要跟紧了。今天打电话进来，我们总顾问特别提供您生日快乐的优惠价。不过先讲先赢哦，不要错过每一个赚钱的机会。明天我们同一时间再会了，拜拜。本公司与分析师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财务利益关系。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、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。爱之味不亚得，大麦萃取，鸡脆大，搁未爱味，板豆请人客，你饮不亚酒，我饮不亚得。
滋味袂亚得，无糖袂亚得啊，独享新上市。投资是一件很轻松的事，你做得到吗？理财需要很专业的背景，您知道吗？富德同步拥有证券期货双证照的专业投资公司，网罗各界精英，标股千挑百选，期指多空双向。下下叫的水乐园，150米一路狂飙到底，极速快感，疯狂刺激，九族冲锋水乐园下下叫。投资是一件很轻松的事，你做得到吗？理财需要很专业的背景，您知道吗？富德同步拥有证券期货双证照的专业投资公司，网罗各界精英，标股千挑百选，期指多空双向。头部致富专线02-2578-3000，02-2578-3000。天天都要补充水分，为什么不补行动海洋深层水？帮你调整体质，水分子团效，促进新陈代谢。来自深海662公尺含镁、钾、钙等70几种天然